一家人，关系户啊！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会因为这事不收钱吗？一分钱一分喜，你给了我片酬，这演技，他在走心吗？二百，穿个裙跑一趟，就能挣好几百。 不要脸的钱是好挣，现在商业都是这个价，再说了，你想让老奶奶看见我受伤的样子，还装去，还有点良心呢。哎，我可没良心，这生意就是生意，你给我钱，我负责表演，就这么简单。那。 以后要是有角色，还来找我。文艺片也可以。走吧。哎，洗不成了，臭着呢。娘娘。 上这里边洗去。调皮。养老院压根儿就没几个女的，白天根本就没人来。你进去吧，我在这儿给你把风。把风？就是把门。爷爷亲自给你把门。有人吗？哎呀，进去！我看好了，没人吧？ 看好了，母仓又都不会放进去。小妹太儿戏了，我真是不明白您为什么突然有想让她接班的想法，但确实欠考虑。我相信。 他会成长的，只是需要一些时间。告，多告点才好呢，最好把我开除了。你看什么呢？呀呀呀呀呀！啊！你这都什么呀？我这是长寿保鲜汤啊！哎呦。 你现在就去找我奶奶告状，说我刚才故意撞的你，啊，故意的啊！郭爷，林院长有事找你，我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我听见了。啊，林院长，郭爷说他没空。别瞎说啊，我这就来了，这就来了。哦，他说他就不来。出去，我转身了啊！哎，我转一半了已经。你转啊！
你刚才进去了。我什么都没看见啊。哎呀，小妹把你怎么了？我不敢讲了。都给你录下来了啊。你别伤心，别有啥想法，爷爷就不在现场了，爷爷在外边等着你啊。三爽，哎呦，幸好你来了，啊，还好小妹也在。哎呀，桂婆婆已经好几天没有出去了，指明让你们两个去陪她，否则她哪儿也不去。哎呦，拜托了啊，顺着她点，千万别刺激她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过来，过来一起呀、啊！桂婆婆，您看，就这院子里转一转多好。我要上公园去玩，我要去公园，走啊！